60年間リャンさんの家に仕えてきたメイドのタオさんに訪れた人生の姉妹自宅の季節。中風中言晓再中啊！哦，佢即系我唔做啦，我去住老人院啦。咁啊唔使，我帮你出咯。我自己俾。唔算系亲人，我系老工人。啊，你真系几好心地嘅话，老工人你都照顾埋。你新嚟噶嗬？唔同，真唔同啊！妹仔名系嘅。是啊，五蚊子啊，我第一次出糧啊，孭住你嗰條孭帶啊，咁有冇親人想見最後一面？通い合う心、かけがえのない日々、優しさに包まれた大きな愛の物語。タオさんの幸せ。